年好天气，民众与亲友泡着温泉惬意的聊天或是享受阳光。茂林情人谷温泉从初二开始连续九天举办春节原味市集活动，不仅开放免费的温泉池让民众泡泡脚，还有部落市集、花环制作以及祝福体验，让民众感受到地的部落观光。我来发现说，原来这里不只有泡脚，而且有这个祖母的这个体验。那这个祖母体验呢，这也是我这一辈子第一次从桃园过来。你们这边还感觉到蛮不错的，青山绿水又有温泉可以泡，真的是太棒了，真的是。而在去年才发生情人谷温泉园区因经厂商撤场导致园区荒废半年之久的事件，因此这次的春节活动由高雄原民会扶植社区发展协会来办理，而族人也期盼透过活动的举办能够活络部落的观光。放在这里也没有用嘛，就让我们那个协会来发挥一下。你看，你也可以看到我们在地的那个居民自己做的那个茅草屋的市集，还有舞台的那个创作都非常好。而不止过年档期有原味市集，在接下来的2月24、25号以及3月的第一个周末也都会有活动。协会也建议游客来到茂林泡泡温泉之外，也可以到其他景点走走，像是茂林小长城、万山岩雕公园、多纳石板屋等等，体验自然之美，也感受部落文化。有线老报是高雄茂林采访报道。